师兄你都已经回到烈火山庄了，为何不把这些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做，把全部的事情都交给锦县王或者晋阳王，反正他们也高兴，正好可以皆大欢喜。不然我怕你掌握了大权，会有一些人心里不踏实。师兄，你想要争取皇位吗？不想。那就好，我总怕你会卷入到太子之争当中，到时每夜都会睡不踏实。我有桩事情想要跟师兄说。这世界很酷。